定。咁啊，兩個人咧都被認為係變才無礙嘅人，係嘛？咁啊，有冇火花咧？咁啊，大家留意即係我哋呢個節目啦。不過咧，我又想講少少感想咧，即係同佢即係討論問題咧，就或者呢種咁嘅對談嘅形式咧，無論係講乜嘢嘅議題都好啦，其實佢都係反應好快嘅啊！即係佢好知道，即係跟住佢會講啲咩。譬如你問咗嗰個問題之後，或者大家喺度互動緊嘅時候咧，其實個腦已經轉緊嘅佢。嗱，呢個就真係高手嚟嘅。鬱敏會客室，逢星期六10:00至11:00。擁抱大香港主義，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香港早晨。早晨，第四節的大香港早晨，這樣就大家聽完我們的剛才那一節節目呢，就應該現在就要出動了，已經出發了，應該要出發了，這樣還是現在剛剛上班了，現在是上了班了，出發了，行動了，行動了，那些不要怠慢了，是啊，不要怠慢了，星期一還難鬥啊，是啊，星期一難搞的了，時機過了就不是了，這樣那就但是當然不是人人有，人人都是做大公司了，這樣小公司呢？小公司就所以那行個圈都鬥完了，小公司就沒什麼功力可言了，去隔離公司咁呢个就呢个我就真系未试过啦，咁样咁你可以试下，你试完都可以慢送速递，你可以试完你分享下经验啦。嗱呢个就真系呢、這个就真系踏上伟大航道啦。如果去人哋公司度攞利是啊，嗰啲就变黑社会，嗰啲就变咗攞盘吉啦，攞盘吉啦，嗰啲接财神啊，拜喂喂拍人哋门，喂接财神啊喂。又变成我啲咁样，咁就叫我连试下咯。诶，呢个唔好试。阿联大挑战，呢个就阿联大挑战啦。呢个咁就系咁呢一节讲咩？呢一节讲我哋嚟紧咧，今日礼拜五啦，咁样。咁首先咧就系庆贺，我已经系连续20日咧，连续啊，系连续啊，冇间断20日啦，有节目啊做啊，咁样就有开咪做节目啊，非常之。非常之勁啦，但又唔勁，屌比起我個人紀錄，其實相距好撚遠，即係距離好。有冇機會打破咧？覺得我覺得好難啊，同埋我都覺得即係真係好撚攰，都係冇撚搞嘅咁樣。咁就有啲嘢都係虛名嚟嘅咁樣。咁 best 咯。咁啊，今日禮拜五咁樣咧就亦都即係今日立春啊嘛，咁啊踏入雞年啊嘛，咁就。下个礼拜咧就有啲新嘅节目调动嘅安排嘅咁样，咁个新嘅节目调动安排系点样咧？咁样，咁我依等我睇下先，我睇下依个琴日阿聪有冇出到嗰个 post， 我叫佢出个 post 讲个节目安排有冇出到佢，咁就呢一个我哋啲 group 嗰度有嘅，系咩？就系原。边度啊？边度有？推米股系推米股，都叫喺编采嗰度嘛。喂，咁就首先第一样嘢咧，就系咧，原本逢就由星期二开，哎，你开大俾我睇，开大呢个俾我睇，开大呢个俾我睇。呢一个咁样嘅星期二咧，星期二咧就系、是、妇女，由原本咧就系呢一个9点，星期二几多点啊？原本系。婦女民主連線幾點啊？9點到10點。係原本星期二嘅9點咧，就係、是、咧婦女民主連線嘅時間嚟嘅咁樣。咁樣咧喺下個星期開始咧，下個星期開始咧，亦即係呢個咁樣嘅2月7日咧，就婦女民主連線咧就會同人妻先修班咧兩個節目咧就合併咁樣。咁樣咧就會變咗係喺原本星期二嘅時間咧就會播出呢一個新嘅節目。咁但係就原有班底嘅，即係都係英姑啦、打領啦、阿卡啦，同埋呢個嘉偉啦咁樣。咁就會有新嘅節目喺下個禮拜二咧就推出嘅。咁樣咧呢個節目咧就係、是、其實就係原有嘅婦女民主連線同埋人妻先修班咧合併成為呢、這個咁婦女民主連線嘅咁樣，咁點解會有呢個調動呢？就我發覺我哋梯媒體啊 ，sorry， 我講錯咗，就係呢個咁樣嘅全新嘅節目啊，婦女婦女嘅人妻媒體，係咪佢哋自己改啊？我改啦，啲名梗係，就係婦人媒咁樣，咁啊婦人媒體咁樣咧就點解會咁樣合併咧？點解會將婦女民主連線同埋人妻先修班合併成為呢個咁嘅婦女人妻媒體咧？個原因就係因為我發覺嗰兩個節目咧越做越撚似啊，係啊。
啊系啊系啊，基本上系一样咁大咁样，人又一样，做嘅嘢除咗交为煮嘢食之外，系啦，咁唯一咧就比较特别嘅就系交为煮嘢食咁样，咁所以咧就唯有咧就系、是、喺出于要保留交为煮嘢食呢个咁重要嘅环节嘅前提底下咧，就不如将两个节目咧就合并埋佢咁样，咁就变成咗呢个咁嘅妇女人妻媒体咁样，咁事实上亦都要再成个架构要精简啦，即系可以。可以有啲更加精練嘅節目去出現啦，所以我哋就，所以我哋嗰個做法咧，就喺嗰個節目改組上面咧，就講咗好耐嘅，就而家第一步進行嘅啫，仲會逐步進行嘅，咁就唔係淨係喺度不斷咁加節目，不斷咁加個節目咁樣嚇，跟住然之後就加咗100個節目出嚟，咁樣就變咗全部都係講政治嘅，咁啊變咗一整個節目就雙結論證咁樣，跟住再整個節目又神奇交論證咁樣，陳等部都係講。讲政治嘅呢度嘅起义，嗰度论证咁样样，系啦，咁就搞 fashion 节目俾淡仔，唔系话讲旗袍啊，我嘢系咁啊，跟住咧，然之后咧，呢个就系礼拜二嘅调动啦。OK， 好啦，咁除咗礼拜二嘅调动之外咧，礼拜三就会比较大嘅调动啦。礼拜三嘅调动咧就大，就主要系时间嘅调动嘅啫。首先，原本礼拜三嘅呢一个咁样嘅九至十点嘅新契弟同盟咧，就将会咧就抽起嘅，咁因为抽起咗新契弟同盟咧，咁佢哋会点咧？咁就一阵间先讲个安排。新契弟同盟抽起咗之后咧，就会腾空翻个时段出嚟。咁于是乎咧，星期三嘅全线嘅节目咧都会褪咗一个钟头，亦即系话乜嘢咧？亦即系话呢个咁样嘅港珠上旅行啦，就会变成咗系九点钟开始，就九点至十点就系港珠上旅行，然之后咧十点到十一点咧就会变成系我哋嘅设计节目啦 ，TCO。跟住然之後咧，深宵夫人信箱咧就會變成一個冇咁深宵嘅節目啦。就原本由唔知幾點開始咧，就應該可以確定到咧，就可以大概十一點鐘開始就開始深宵夫人信箱啦。咁即係禮拜三嘅節目咧，原本禮拜三係比其他嘅日子咧係多咗一個節目出嚟嘅。咁而家咧就褪翻入去啦，咁樣就縮翻做變咗一至五都一次啊，咁樣。咁呢個就係禮拜三嘅調動啦。OK， 好啦，咁跟住咧就數到去禮拜四冇變啦。礼拜五冇变啦，数到系礼拜六啦。礼拜六就会有个节目调动嘅。礼拜六嘅节目调动咧就会新加咗个节目，就原有嘅节目不变嘅。礼拜六原本有嘅节目系咩咧？我唔记得咗啦。礼拜六原本就有呢个咁样嘅耀亲子团啦。有盈能无双就系呢个咁嘅八点至九点啦。九点至十点就系呢个咁样嘅耀亲子团啦。跟住然之后应该系咬借帮系嘛？呢个咁样嘅十点到十一点就系咬借帮系嘛？呢个礼拜六。咁就呢个录咁耐你都录唔到，屌你老味，系啦，咁就系啦，礼拜六就系系啦，跟住然之后就十一点之后咧就系杂文化研究啦咁样，咁原本礼拜六就有四个节目嘅，咁而家咧我哋就会开多一条战线，就系咧会喺七点钟加一个节目，就系礼拜六嘅七点钟加一个节目，咁系加一个咩节目咧？就系原有嘅新契弟同盟嘅班底咧，就会咧改头换面，改咗一个新嘅节目咧，就系呢个咁样嘅阿年大挑战啦，就会喺礼拜六。嘅呢一個咁樣嘅七點至八點就會咧進行呢個亞聯大挑戰啊咁樣，咁點解要做呢個節目調動咧？咁樣啱啱又喺出門聽 Tom 係咪走咗 ？Tom 走咗好撚耐，而家仲撚問 Tom 轉撚咗行啊！屌你老尾，佢話做呢行冇前途啊！仆街，好啊，佢唔知啊，因為好多人仲問緊啊，我咪答咗咯喺 Facebook 度，屌你老尾係咁撚樣問佢轉行啊，心灰意冷啊！屌你老尾，好啊，咁跟住咧，因為冇咗契弟喺度啦，咁樣咧，雖然其他嘅主持都好撚契弟，咁但係咧就唔再做新契弟同盟啦，同埋新契弟同盟事實上呢個節目亦都相當之閪嘅，咁係因為冇主題，唔知做乜撚嘢咁撚樣，又有湯姆嘅時候喺度已經係咁撚樣，冇湯姆之後咧就更加冇主題，咁所以咧就變成咗呢個咁樣嘅亞聯大挑戰，咁啊亞聯大挑戰咧就亞聯就上位啦，亞聯就做咗主角，咁亞聯大挑戰係一個咩節目咧？咁樣就即係節目名就知啦，就係亞聯去做唔同嘅挑戰嘅咁樣，咁即係簡單嚟講就係，其實我想做呢個節目好耐啦，咁就一路都揾唔到個人，揾唔到個角色咁，一路都諗唔到。
去對付邊個好咁樣。咁啊，其實我想做 Jackass 好耐㗎啦，咁樣。咁啊，阿蓮大挑戰簡單嚟講就係香港嘅 Jackass 咁樣。咁我就成日都想揾啲娛樂時報主持走去做 Jackass 嘅咁樣。終於揾到啊！咁就咁即係佢哋冇乜所謂啦，俾人拉我都覺得。咁所以咧就係、是、最主要係嗰個能夠負擔嗰、那個嗰、那個法律風險啊。咁樣咧就我覺得阿蓮啦、阿基啦同埋阿薯啦，即係幾個都即係小感覺都冇乜所謂嘅咁樣，咁所以咧就不如咧就擺佢哋就去做呢個阿聯大挑戰啦。咁同埋亦都係開拓呢一個咁樣嘅七點嘅戰線啊。咁就其實七點嘅戰線想開好耐㗎啦咁樣。咁但係咧一至五開七點嘅戰線咧就面對好多嘅問題。第一就係人手嘅問題咧，因為其實我哋所有嘅主持人都係需要翻工嘅。有咩撚人可以七點鐘做節目咧咁撚樣？其實就冇嘅咁樣。咁同埋就變咗一至五就好困難啦。咁但係都想開，都想開一個咁樣嘅一個咁樣嘅。即係新嘅戰線咧，咁就試下喺禮拜六開咁樣，咁就係禮拜六就開呢個咁嘅亞聯大挑戰啊咁樣，咁就希望同埋即係如果要開新戰線，亦都唔想開嗰啲齋噏嘅節目啦，譬如即係已經有好多齋噏嘅節目啦，例如新界地同盟嗰啲齋噏，其實呢班撚樣又冇嘢講嘅，又冇見解嘅咁樣，咁倒不如就要佢哋去做一啲。去做一啲嘢出嚟啊！去做一啲嘢出嚟，起碼有啲觀賞性先啦、啊、咁樣。咁至於第一集會做乜嘢呢？就下個禮拜六呢，就係、是、第一集嘅亞聯大挑戰，就係、是、呢個咁樣嘅星期六，亦即係下個禮拜六係幾號啊？下個禮拜六係11號，就係即係2月11日，就係、是、第一日嘅出街嘅日子啦。咁樣呢、這個就係禮拜六嘅調動啦。就其他節目就冇調嘅，只不過係星期六嘅七點鐘會多咗一個節目咁樣，就是、亞聯大挑戰。咁跟住然之後呢就去到星期日啦，星期日都有一個調動嘅，星期日嘅調動係乜嘢呢？就係、是、因為原本星期日嘅九點呢就係、是、人妻先收班嘅。嗱，星期日嘅節目時間表原有嘅時間表呢就係呢一個咁嘅八點至九點就古惑仔俱樂部啦，九點至十點呢就係原本就人妻先收班啦，跟住然之後十點到十一點就係奇奧研究社啦，然之後十一點呢就隔個禮拜就係二月劇場，十一點半係，同埋十一點半呢隔個禮拜就有二月劇場，同埋呢每個月呢都會有一次，已經做咗一次嘅就係、是、二月少年軍，就呢個籌募經費嘅節目嘅。咁就星期日嘅原本嘅布陣就咁樣嘅。咁但係因為人妻先收班就同呢個婦女民主連線就合併咗成為呢個咁嘅婦女人妻媒體，咁婦人媒體呢就會喺星期二嘅九點鐘播出，咁於是乎呢星期日就會有一個節目嘅一個Time slot 嘅空位吉咗出嚟咧，就係、是、星期日，星期日嗰個節目咧就會有一個 time slot 吉咗出嚟咧，就係、是、星期日嘅九點至十點啦。咁九點至十點係咩節目呢？我哋就會有一個全新嘅節目嘅。嗰、那個全新嘅節目咧就係、是、由龍馬同埋呢一個咁樣嘅陳秀慧合作嘅一個節目嚟嘅，咁大家知道啦，即係龍馬就係國立大台嘅主持啦。咁龍馬自己本身咧就係、是、做呢個咁樣嘅教日文嘅咁樣，咁啊康琴日所上堂啦。咁啊龍馬咧自己有個叫做龍馬日本語教室嘅，咁啊大家都知道佢 Facebook 有個 page 叫龍馬日本語教室。咁我哋咧而家就開個新節目俾龍馬，咁就唔做龍馬日本語教室啦，我哋就做一個龍馬日本嘢教室嘅，咁樣就專教日本嘢嘅咁樣。咁其實都係會教日文嘅，咁、但係教日文咁有乜嘢好睇呢？係好睇嘅地方就係在於乜嘢？好睇嘅地方就係呢個節目係龍馬教陳秀慧日文嘅咁樣，咁係啦，好睇喎。咁啊，教陳秀慧日文呢下嘢大挑戰啊嘛，大佬，因為教日文呢下嘢本身冇挑戰啊，你中意學學唔學唔好，教陳秀慧學日文呢下嘢大挑戰啊嘛。呢個係真人 show 嚟噶，呢個真人 show 嚟噶，咁樣係啊，所以等阿龍馬同阿陳秀慧講 you are fired， 咁樣，you are fail，you are fail。咁樣，咁會唔會咁講咧？就拭目以待啦。咁就係下個星期日，亦即係呢一個咁嘅二月嘅12日啊，係嘛？12日星期日。12日就係2月12日就會首播嘅，就係、是、星期日晚緊接喺古惑仔俱樂部之後，就係、是、呢個咁樣嘅。星期日嘅九點至十點就係、是、龍馬同埋陳秀慧主持嘅龍馬日本嘢教室啦。咁呢個咧就係、是、我哋呢一個暫時《要時報》喺新嘅一個農曆年咧就新推出嘅一個新嘅節目調動。咁就多咗個節目咧，就基本上節目就冇少到嘅。咁啊係只不過新契弟同盟就變咗做呢個咁樣嘅亞聯大挑戰啦。人妻先收包同婦女民主連線咧。就變成咗合併咗，就變咗做呢個咁嘅
妇女人妻媒体咁样，咁新增加咗个节目咧，就系、是、有即系真系全新嘅节目啦，就系、是、有即系起码成个形式唔同咗嘅，就阿连大挑战就系全新嘅节目啦，同埋呢个龙马日本嘢教室就系全新嘅节目啦。咁希望大家都多多支持咁样嘅，支持我哋继续发展，同埋推出更多有制作、有多元唔同嘅类型嘅新节目咁样。咁希望都尝试多啲唔同嘅嘢，就唔好净系斋 talk， 净系喺度大家评论啊讲。講即係總之就要趕住身體力同埋呢啲咁嘅類型嘅節目啦，咁樣因為冇 point 咁樣呢啲節目咁樣，咁係其實大家亦都唔應該即係就算唔係我哋嘅台，大家同行都唔應該咁樣去做網台，係嘛？即係起碼有啲資訊，有啲嘢分享，有啲任務，有啲嘢發生，有啲製作會發生咁樣，先可以提升到成個業界。咁都希望大家都做到呢一件事。咁我哋當然要時報就需要大家支持去做呢一件事啦。OK， 好咁就呢、這個有人支持我日日屙啤頭喎，咁樣我日日都係嘅，我日日都係。咦，有人課金話叫我快啲加啲床位俾啲貓咪喎，咁樣。喂，你真係誤會咗我。琴晚出個 post 係講啲貓霸咗我嘅床位，就並唔係我霸咗啲貓嘅床位嚇。咁、啊、所以要即係、就是、加你嘅床位，要課金加床位就加我嘅床位，就唔係加貓嘅床位咁樣。咁就因為 Christine 有人贊你索喎，同埋有人係即係 Jason 你咁。哇，Jason 課金啊，啊犀利啊咁樣啊！阿康都有喎、啊，阿康都有貨金嘛、啊？冇寫係咩喎？唔係啊，阿康有寫個貨金話唔知道。哇！今日我哋節目總額有900蚊，相當之好。咁係阿康就咦係話阿康冇嘢寫喎？唔係，一陣間又我哋讀埋阿康嗰個先。好，都攞埋出嚟。係啦，咁樣哇！有人讚我利是追擊手啊！利是追擊勁啊勁啊，梗係啦，學到嘢咁樣。我又梳阿伯頭，又追擊利是，你就知道我勁啦嗰啲咁樣。咁就係都話唔係加床位俾貓，加床位俾我啊！而家。我冇位份啊！一大亨真乖喎、啊，國師課金啊，國師課金啊，國師都正式課金啊！咁啊，係阿康嗰日捉阿康，日日都咁勤力嘅。哇，阿康你勤，阿康你勤力都要人哋捉啊！對於你嚟講，勤力係一個祝福嚟嘅。你可想而知你幾撚懶啊！屌你老！如果你勤力，多謝金主，即係要祝福你先至會勤力嘅。屌你唔係鼓勵你勤力嘅，而係祝福有奇蹟。希望有奇蹟能夠令到阿康勤力，唔好再放飛機。屌你老，俾你約人哋錄節目，你都放飛機嘅，真係嚟撚曬譜嘅，你撲你嘅街咁樣。好，咁我哋就多謝各位金主啊，實放主啊，實放金主啊，多謝曬各位。咁、我哋就今日節目就到此為止，晏少少就有國立大台，同埋晏啲留意林鄭嗰個記者會，同埋留意《月時報》嗰個報導同跟進。喂，最後再貼多次我哋嗰、那個。Facebook 嗰個 page 嗰條 link， 喂，大家你而家應該翻咗工啦，有電腦啦，喂，幫我 share 條 link， 同埋叫多啲人 like 我哋《月時報》嘅 page， 一定要呢段時間谷高嘅 like 數，短時間之內要過到呢個420000嘅 like 數先得，咁樣大家多多幫手，多多支持 ，OK？ 好，我哋今日節目就到此為止，我哋晏少少國立大台再見，拜拜。拜拜。